可别把我当成普通的孩子，我也能保护神官。没想到这个人类神官战斗起来还挺像那么一回事。我可没有攀比的意思，我和人类水火不容。这时刻逃走了，现在我们暂时安全了，赶紧去河西之墓吧。要是晚了，我们的宝物也许就被窃走了。停，来得还挺快的，神官大人的命可真好，我还以为神官您会难看的死在那片山原里，无人收拾。叛乱的入者，我可不喜欢这个称呼，相比而言我更喜欢你用先前那种方式喊我。你不是很喜欢喊我天玄吗？身为新任神官的你还挺关照我这个无权无势普普通通的小道者的呢。来，再喊我一声天玄吧，我喜欢你这样喊我。怎么已经不愿意喊我的名字了吗？真没意思，我想和神官大人好好聊聊天，但神官大人却只惦记着宝贝，真让我伤心了。先前还说什么天玄谢谢你陪伴着我，信赖身为人类的我，原来这也是神官大人骗人的鬼话呀。我确实拿走了河西之墓那个玉镜，心疼了。那是存放于河西之墓那个神奈宝物，便是神灵的玉镜。玉镜，神灵陨落后的遗骸，蕴藏着无上的神性，只要得到了月之神灵的余烬，也拥有祭祀于神的力量。虽然我手上的余烬只有一半的量，但也足够解决你们。神官，必须阻止他，如果余烬被我，月灵星会毁灭。想阻拦我？想的倒是天真，先和我的玩具过过招吧。啊，动员，一群可怜的动员。没想到我们竟然能来到动员的巢穴中，这回就让我把动员杀个干净。加藤队长，武器的准备已经完成了。我手中的爱人这面具也已经等不及了，迫不及待的想要品尝美味的下午茶了。这就是那些四处走来的暴乱之徒，我还以为他们是不急发作的住者，没想到竟然是人类。人类不是一直住在自己的领地，和我们井水不犯河水吗？潮汐使得不同的领土产生了交界处，他们才能前来这里。看样子是天玄故意把人类带来的，为了及时袭击我。他知道住者和人类关系不好，想以此搅乱局势。你们一定能相处得很愉快吧？不打扰你们了，我去找他剩下的一半鱼镜了。现在是甜蜜约会时间了，动员们，洗干净脖子吧。为了白鹤小姐的笑颜，我绝对要把你们全给宰了。这个声音好耳熟啊！队长，不对劲，这群专员车里好像有个人类。是你，竟然是你！你竟然没有死。这个人类认识我们慧智蓝心威风凛凛的神官大人吗？断代神官是人类，也许和这个大块头是旧识。你是死是活，都不能阻拦我杀光这群动员。这一切都是为了白鹤小姐。那不是九黎大人的财产吗？怕什么？咱们有神官在，肯定能赢。我的身体心灵未必有效，不如再试试我最新研制的秘制鬼木蛇蝎乌头噬米丹。就当是个孽！这群人就在一起追杀他，我这就去抓他去。阁下注意，人心的真实。我和全体在一起真实不真实？我这次去抓个剑气，我会为同伴解除生死的白刃。你小心！快快快！林海为人，这群人是真实，你小心！我就当是个孽。还是这一碗。今天是我们的最后一次。我是白玉，现在是关叫我，想听笑话吗？我很擅长。不允许失败！队长，我这群废物为什么会被专人给打败？没有废物就
应该通通去死。臣妾在，很快就去要天选。不用找了，我就在这儿呢。我新找的玩具这么不经用啊，这么快就被玩坏了。看来我得亲自出手和你们过过招了。不妙啊，天选手中的余烬已经是完整的了。想拿回去吗？做梦，它是属于我的。天选又要眼光停止潮汐了。眼睛好痛啊。太公大人，糟了，是潮汐引发不及，再度发作了。没有了住者，你还怎么和我作对呢，神官大人？别坐在河须之木上耀武扬威，要知道桃枝也是可以入药的本草之一，要仔细对待。怎么回事？你为什么没受到不及的影响？我和其他住者不一样，我早就被我的老师治愈了不及。你不是说这个笨蛋神官没有住者可以驱使了吗？真不好意思，我还好端端的站在这儿。这个人类神官是我注意的东西，不允许你觊觎。我也还在这里呢，不及并不会影响到我。我做事情从来看心情，而今天我恰好心情格外舒畅，就让你来试试我心智的毒效果如何吧。你，归我来。大夫，闪开一些。哪里来的机关？看来你无视我的存在。白姑，干得好！哼，还有一半余烬，我们也会拿回来。真是不听话的玩具！看在神官大人的份上，我原本还想给你们留一条生路的。可你们这群不知好歹的东西，竟敢用这种方式与我玩耍！既然如此，那也没必要继续这场游乐了。哼，就让我用月之神灵的力量，来将这里完全毁掉吧！就让我看看，你要如何保护你的住者呢，神官大人？谢谢广大。剪辑：小逆。拍摄：小逆。最后别忘了点赞、关注、评论、收藏、投币。